大手牵小手，家长和宝宝共同骑小车到指定地点。注意，这里家长一定要与孩子共同手扶车把。太好玩了，哈哈哈！双人共同抬起担架，运送篮球，走过梅花桩就胜利了。两人三足，绑好腿后跨越障碍物，一定要抬高，不然就会碰到。接下来配合默契，快速通过到达指定地点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都跑起来了。我在小吃夏天陪你，当然还有这样的、这样的，哈哈哈！爸爸们的胜负欲出来了，最精彩的来喽！光脚跑过指压板胜利，家长们拼了拼了！齐心协力，宝宝坐上独轮车，家长保持平衡推小车，哈哈哈哈，看着就很有意思啊。嗯，这位爸爸连车端了，最后骑上彩虹车冲向终点咯，哈哈，腿长的烦恼。看我的旋风腿，超级足球，爸爸们玩得超级嗨，计时一分钟，球落地未接到算对方得分，分高者胜，我扣我扣我再扣，我都想体验一把了。拔河，我在小桥夏天陪你遇见浪漫，晚风吹过耳畔，你显得好看，微醺的傍晚，我在小桥夏天遇见了你，你伴着左手再见，拜拜。